老板，这个杯子多少钱？35块钱一个。那我买两个能不能便宜一点？80。姑娘，你这是帮我涨价呀？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我妹小时候做过一个阑尾炎手术，医生把她的脑子也给取出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严梦。王上，官场那个小贱人欺负臣妾，岂有此理！朕这就替爱妃欺负回来。一v一，来啊！谁怕谁呀？玩个游戏而已，你至于吗？我是你大舅哥，你让我赢一局能怎么样？你可以休息5分钟。啊！我玩了！你太吓人，你太吓人了。爱妃满意否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